抢啊。洪博全是从三垒方向在界内，刘继宏哇拦下来起身，哇在对角送一垒。哇，这个对角的传球传得准哎。对，而且球线很长啊。而且继宏是在三垒的界外区哦，有一点点这个失去一点点平衡哦。而且他的动力已经是往他的相反方向，就是要传球的相反方向了。而且接到的第一瞬间，你看看一下，接到一步停下来，马上回传。对。而且你看传得多准啊！更重要的是，三垒跑者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跑了。对，主要这个对角线的距离是很长，以前要看到这种 play 啊，可能要在大联盟 MLB 的